记者叶关于新北报道，由新北市淡水区农会主办的全国大南瓜比赛将于下周末6月23、24日在淡水金色水岸重磅登场。有兴趣民众除可前往观赏上看千斤的巨无霸南瓜，试吃南瓜料理，也可到新北市全国大南瓜比赛脸书粉专参加谁是神准王。预测留言预测数字最接近者就可获得淡水农会与龙口冬粉合作推出的护尾南瓜冬粉。新北市农业局今举办宣传记者会，新北市副市长叶惠清与淡水农会家政班合力制作应景的季节美食护尾金瓜香粽，同时邀请到淡水亚太饭店推出季节限定的南瓜荷叶包。另外还有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系主任徐君兰与马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餐饮管理科老师王家豪领军，带领同学结合淡水农会系列产品研发出创意的幸福南瓜家常菜。料理食谱都将在粉专公布。农业局长黎民指出，今年活动以夏日万圣节金瓜派对为题，除了各地农友耗费半年时间全心全力投入参赛的全国大南瓜比赛，23日还会举办千人试吃活动，包含守信方创意和国子文化馆研发的南瓜甜心塔，淡水区农会与大同大学生物工程系共同研制的南瓜啤酒都将开放给民众品尝。此外还包括南瓜主题舞蹈比赛、南瓜豆浆、南瓜泥甜筒沙拉等料理 DIY 体验，以及在滇良选的农产市集，欢迎民众一起参加金瓜派对。